元神礼物才响。我们先拆这一个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周年庆的礼物。这里面，这东西都好有质感啊！啊，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，这样。这是去年那个五歌仙的时候，盗窃那个荣彩记的时候的剧情。金属的小尺子有两个，但不知道这个能拿来干嘛。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都是可丽啊，可丽去荣彩记玩的，去打卡的那些图片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小相框，应该是可以把自己收集的东西贴到里边去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可以往刚刚上面那个上面贴的，每张都不一样，好有心啊，元宝。这下面应该还有，哇，我看到了什么？这个有印象吗？大家绳子的那个东西，然后还有一根小棍子，应该是把它弄起来吊上，还有两个小夹子。这会儿是噔噔噔，这个喜茶和元神的联动，我好喜欢这个神礼啊！还有一个亚克力的一个立牌，然后这两个是他的小挂件，神礼和灵人的两个小挂件，也还蛮好看的。然后这个怎么打开来着？我看到了，它这有一个往上提的一个箭头。就这个样子，然后这个应该是，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空的，没有奶茶，差评。它里面的东西都在这个里边，然后这个里边是两个小徽章，被放在这个杯子上的两个东西。杯子是这个款的。为了多看林华，我决定要每天多喝水。然后我还在里面发现了这个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林人林华的两个牌子，一张这个他们的海报吧，小海报，然后这后面附加了使用说明。好尴尬，我弄完了才发现。再次感谢元宝帮帮忙。